好，呢边。OK，仲有冇？哦，呢边。肥老板前少少啊，哦，风前少少。OK， 可以啦嘛。 OK，好，唔該。我翻去等埋先啦。我哋都可以。呢度啊，呢度。係。所以話可以講先話實質。哇，唔方便。哦，冇，盡量啊，盡量放好。放先啦。係啊，係啊，擺兩。係，咁樣。係啦，咁樣。OK。 等下等下啊！可以啊，OK。 等我攞翻呢套出嚟先。好，等等下。 各位傳媒朋友，多謝大家抽空出嚟今日經文聯呢個記者招待會。今日咧係想係發布一下咧，我哋經文聯咧就市民對喺大嶼山東部填海嘅意見調查嘅結果。我哋咧係嗰個調查目的咧係想了解咧市民對喺大嶼山東部填海嘅意見㗎。喺 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期間咧，經文聯係委託咧係香港民意調查中心，就以電腦隨機去抽取樣本，然後透過咧係真實嘅訪問員，就進行咧全港性嘅電話問卷調查。調查對象咧就係18歲或者以上嘅香港市民，成功受訪人數咧係885位。 就呢個抽樣嘅誤差咧，喺95%嘅置信範圍裏邊咧，抽樣誤差咧係應該唔超過咧係加減3.4%嘅。咁即係話嗰個調查結果咧，即係都有即係幾高嘅可信性。就我哋咧係亦都咧係以呢個特區政府公布嘅2017年尾嘅香港人口。 不包括外籍家庭佣工嘅年齡同埋性別分布咧，係進行加權調查。咁啊，所以咧呢個調查出嚟，經過呢個嚴格嘅統計學上嘅加權咧，係應該係都比較能夠代表香港市民嗰個年齡啊、性別嗰個即係分布嘅狀態。咁所以結果咧係應該係都相當有代表性。 就嗰個結果咧，我摘要介紹係咁樣。咁我哋喺一個調查嘅最主要嘅結論咧，就係話有60%嘅受訪者咧係表示贊成或者係非常贊成喺大嶼山東部填海嘅。咁我哋嘅主要嘅問題咧係有4條。就第一條咧係講咧係整體嚟講。 係有覺得啦嚇，香港嘅居住環境擠唔擠迫，係非常擠迫，擠迫不擠迫，定係咧非常不擠迫？咁嗰個結果咧係有91%嘅受訪者咧，即係91.2%咧，係認為香港嘅居住環境咧現時嚟講係屬於擠迫或者非常擠迫嘅。 咁然後第二條問題咧，我哋就係問咧，你覺得依家嘅房屋供應不足、居住環境差，同香港土地短缺有冇關係？係非常有關係，有啲關係，冇乜關係，定係咧係完全冇關係？嗰個結果咧係86.2%嘅百分比咧，係認為房屋供應不足。 居住環境差咧，係與香港土地嘅短缺咧係非常有關係，或者係有啲關係嘅。就至於第三條問題咧，就係問為咗增加土地興建房屋，你贊唔贊成喺維港以外嘅大嶼山東部，即係喺寧州同坪洲附近咧係大規模填海興建大型嘅新市鎮？
以解決私樓供應少、公屋輪候時間長的問題，是非常贊成、贊成、不贊成，還是非常不贊成。那個結果是有超過五成的受訪者，即是 52.8%是表示非常贊成或者是贊成在大嶼山東部大規模填海，以解決私樓供應少和公屋輪候時間長的問題的。至於第四條問題呢，就是問那些在第三條問題是選擇不贊成或者是非常不贊成的受訪者，就是問他們呢，如果是將個填海規模減少，由原本建議的1700公頃縮減到1000公頃，你又贊不贊成這個計劃呢？是非常贊成、贊成、不贊成，還是非常不贊成呢？就結果呢，就是裡面呢是有7.3 個百分點是改為是贊成填海的，即是說呢是不贊成或者是非常不贊成的原底的 43.7 裡面呢是有 7.3 呢是改為是贊成，即是如果個規模是1000公頃的話。咁總合嚟計咧，就個結論咧就係話，即係話第五條嘅第五點，我哋可以即係得出個結論啦嚇。根據呢四個問題，特別係問題三同埋問題四嘅答案咧，就我哋嘅結論咧就係話咧，係有六成嘅受訪者咧係表示贊成或者係非常贊成喺大嶼山東部填海。咁啊，正如我頭先解釋咧，裏邊咧就係有7.3個百分點咧。就是咧，係即係以呢個1000公頃嚟計數嚇。就根據呢個結論嚇，咁咧就經民聯咧係有幾點建議嘅嚇。咁我而家咧請我哋嘅副主席林建峰議員咧，同大家講講我哋嘅建議係咩嘢。嗰邊嗰啲麥使唔使褪過少少啊？聽唔聽到啊？你坐過嚟啲咪得咯。咁樣。好 ，OK， 咁樣。就住依個明日大嶼咧，就我哋對於依份研究報告咧，我哋覺得咧係極有參考價值嘅。咁我哋亦都唔希望咧，就係得個講字係嘛？點樣去做？點樣去落實咧？我哋亦都作出咗一啲研究。咁所以經民聯咧就提出咗五點嘅建議嘅。首先，政府咧應該盡快向立法會提交明日大嶼前期的研究撥款的建議，因為這樣就可以盡快啟動這個填海計劃，並且全面提出一個長遠的在全香港性的填海計劃，確定更多在維港以外的合適選址的，亦都依啲有利於整體香港嘅土地發展同埋填海嘅統籌同埋安排，加快咗個速度咧，亦都希望可以減低個成本。第二，我哋希望政府咧係可以發行填海債券嚟到籌備資金。咁依個債券咧，主要咧就係籌得嚟嘅錢咧，主要都係用作填海同埋各項基建的開支。咁債券的年期咧，我哋覺得係可以長啲嘅，例如10年咁樣。咁並提供高於通脹的利率。咁亦都希望多啲香港人可以參與。咁點解我哋提出咧就話高於通脹的利率咧？因為通脹咧這個都係一個好大的問題。如果市民投資一些在香港發展的項目，他們可以得到一些較通脹高的回報率，都是跟香港一起去發展，也都給到他們一個參與 的機會。所有政府也都可以用填海的賣地收入就償還有關的債券的。第三，我們希望政府就採取中綠同步，就不是先中後綠，將中地和郊野公園的綠地同步開發。這個呢，我們雖然是這個涉及到郊野公園或者綠地中地，這些都是要可行
同埋一啲交通方便嘅地方，唔係就咁就亂咁去攞一啲具爭議性啦，同埋一啲唔方便嘅交通去唔到嘅，咁依個咧都係要做一啲諮詢嘅，咁依啲咧都係會增加土地嘅供應。跟住咧就係加快重建石硖尾村等高樓齡嘅公共屋邨。其實依一個咧，我哋已經提出咗好多次，經民聯提出咗好多次，因為我哋覺得而家好多高齡嘅公屋咧，佢哋未用盡佢哋嘅地積比。咁如果係先將一啲利用佢哋嘅，譬如公園嘅設施啊，或者球場啊，先起一啲新嘅公屋，用盡佢哋嘅地積比，或者甚至到可以將地積比加大。因為以前咧，因為交通嘅問題咧，好多地方咧個地積比都係比較細嘅。咁而家有大型嘅運輸工具，包括呢個港鐵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係可以考慮呢一方面嘅。咁依啲亦都可以所謂地盡其用增加公屋單位嘅數量，咁咧亦都可以舒緩咧依個公屋輪候人數嘅壓力。最重要的呢，亦都可以令到同區的居民呢可以在同區來到重置，因為很多人擔心呢，就說我離開了譬如石硖尾，我要去哪裡呢，去一些地方他們不想去的，或者是交通不方便的，這個亦都可以是解決那個問題的。跟著呢就最後我們一個建議呢，就是放寬市區的地積比率，包括推行舊區重建的時間加大地積的比率，以加快房屋供應的速度。剛才我們也都提出了公屋也都可以首先採用的，譬如私樓的方面也都是考慮，視乎地區和那個環境。地積比我們認為首先可以考慮的就是幾個點的，可以考慮放寬的市區點咧，好似九龍城啊、九龍塘啊、啟德啊等等。因為嗰幾個地區咧，主要咧就係因為過往就啟德機場嗰個問題啦，唔起得高嘅嚇。咁而家交通又好咗啦，又冇咗嗰個空域嗰個航空問題，即係我哋覺得應該去積極研究嘅。咁如果將依啲地區嘅住宅啊，或者係商業用地嘅地積比調整咧，我哋覺得係會釋放大量土地出嚟，咁亦都會有好大嘅發展潛力嘅。咁依個係我哋五點嘅建議。好，咁啊住民朋友有冇咩問題？我哋好樂意解答嚇。我哋有文字嘅資料俾大家噶。首先發債券呢就不用即刻動用那麼多公帑，雖然現在政府的儲備呢是很豐厚，但是近期呢因為國際間種種的因素呢，未來一年我們的經濟環境會是怎樣呢？早前財爺波叔也說今年可能那個盈餘沒有去年那麼高的，咁未來嗰幾年又會點樣呢？咁我哋唔可以話，我哋而家因為我哋有好豐厚嘅儲備，咁啊用咗佢啦。咁嗱，發債券亦都有一個好處嘅，就係我哋建議嘅咧就係將依個債券嗰、那個那個利息咧高啲嘅，高於通脹嘅。咁如果香港人去買佢亦都可以有一個參與感嚇，亦都。他們可以拿到一個比通脹更高的回報，這也是好事來的。將來我們這些地不是沒有收益的嘛，
賣地啊，或者等等其他用途，我哋係有收益嘅。咁將來用呢啲收翻嚟嘅款項嚟到償還呢啲債務咧，咁我覺得係兩全其美嘅。咁至於你正話問到高爾夫球場嗰個問題啦，咁而家外邊有好多揣測，但係我哋覺得咧我哋就唔會就住揣測咧而作一個正式嘅回應。咁稍後如果係有一個報告出咗嚟咧，我哋都會就住喺呢一方面咧就作回應嘅。但係我哋覺得任何嘅研究、任何嘅建議咧，都應該係就住我哋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一個金融中心，我哋各方面嘅需求都係要平衡嘅。咁某一笪地方，例如高爾夫球場裏邊好多因素，咁係咪？好深入、好廣泛去考慮嘅咧。例如喺過去都有好多人講咧，就係佢歷史文化啊，同埋依個環保啊、環境啊即係等等依啲咁嘅背景。咁我都期待，即係如果份報告出咗嚟咧，即係我會詳細地去經民聯係會詳細地去睇一睇，但係。都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平衡香港各方面的發展，還有有沒有兼顧剛才我所說的歷史、文化、環境、地區生態等等的。好啊，就那個發債的意義呢，我都想補充幾點。第一呢，就現在對於在大嶼山東面填海呢，就究竟要投資多少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說法，亦都有一些是誇大其詞，亦都將很多其他的，就算你在哪裡發展土地都需要的一些基建將來發展的投資計埋曬落去，就其實就不是很務實地看真正的填海成本。如果填海的成本呢，其實就不同的專業人士呢最近都有一些分析的，就以實質現在我們的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填海所的需要的成本，還有呢最近已經啟動了的東涌的填海那裡百多公頃是用是百多億這些數字呢，就其實得出的結論呢都是說大約是1億公頃。咁如果你話係填海其實是否能夠回本甚至無有收益呢，好簡單講，香港自開埠以來呢已經填咗7000多公頃㗎啦。喺1985年到2000年呢，香港係填咗大約3000公頃嘅。咁其實呢填海得嚟嘅土地呢就個價值係非常之高。我哋今日開記招所住嘅地方，正正係填海出嚟先有嘅。我哋都好熟悉嘅，大角咀嘅嗰邊嘅四小龍，我哋而家西九文化區嘅呢啲土地，全部都係填出嚟。中環、灣仔、銅鑼灣我哋能夠利用嘅價值高嘅，無論係居住同埋商業嘅土地咧，都係填出嚟。咁所以歷史證明咧，根本填海翻嚟嘅咧，無論喺民生方面與經濟方面咧，都有好大嘅回報。咁所以咧就如果係即係太過誇大咗，所謂使幾多幾多公帑啊咁樣啦，我覺得呢個係真係不務實、不正確嘅講法嚟嘅。就經民聯點解建議填海咧，就並非話政府冇錢，而係咧其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與民共議、與民共同參與。同埋與市民咧一同受惠於填海得翻嚟嘅經濟回報呢個一個方法，咁所以咧就並不話係代表咧話係政府冇錢，反而咧政府咧係有大量儲備之下咧，係的確咧係要為我哋嘅未來籌劃，咁不單止咧係目前住得擠迫。其實我哋將來咧，如果唔係積極咁樣去造地嘅話咧，我哋嘅下一代，我哋嘅再下一代咧，嗰、那個居住嘅問題係無法解決嘅。有冇話即係嗰個大嶼係譬如佔嗰個填海成本，你哋覺得係即係幾多？係一半一半啦，一半政府出，一半係債券啦，定係點？同埋就係
我就覺得咧，就是呢個咧，就如果係政府係接受呢、這、一個意見嘅話咧，其實喺個具體嗰個操作與安排上面咧，係可以仲有大家去即係討論嘅參詳嘅空間。咁而正如我頭先講咧，嗰、那個唔係實質上咧為解決資金嘅問題，而係反而咧係能夠爭取市民支持，與漁民咧係一齊參與，然後將來共享經濟成果咧。其實呢個意義比較大。咁所以咧，其實嗰個比例係點咧？其實係就絕對有多啲時間咧，可以大家去商議一個較為適合嘅比例嘅。我都想補充一下咧，正話即係有關高爾夫球場嗰個問題。因為最近咧就都有一份報告出嚟，咁咧就係呢一個高爾夫球嘅球手，呢啲國際球手咧都肯定咧，香港粉嶺高爾夫球會咧就係一個最全世界嚟講咧一個最優秀嘅球會之一。呢個亦都係我哋中國第一個球會嚇，第一個球場。咁而家每年咧就有大約係120,000場嘅球賽咧，響粉嶺嗰度進行嘅，有50,000場咧就係由非會員，即係香港嘅市民咧係用嘅，所以有啲人講淨係俾2,000個人用咧，依個係絕對不正確，亦都係誤導嘅。咁我覺得一個國際城市咧，我哋一定係要平衡各方面嘅利益。咁正話我亦都講咗啦，就裏邊有好多唔同嘅背景，包括交通同埋其他嘅配套係咪可以做得到咧？我覺得任何嘅建議咧，首先都係要全面去各方面嚟到考慮嘅。咁跟住咧，我亦都想講講填海嗰度，盧偉國講得好清楚，亦都有啲人講咧就話。點解我哋喺香港啲航道嗰度嚟到填海咧？嗱，依個咧亦都係不正確嘅。大家都知道，而家喺葵涌我哋嗰個貨運碼頭咧，我哋嗰度係水深超過15米嘅。咁所以航道咧，嗰個深度啊，個航道咧一定係要超過15米嘅。但係我哋做過一個研究咧。工程師同埋測量師咧，而家政府建議明日大嶼填海嘅水域咧，都係比較淺嘅，即係7-10米度啦。其實依個咧就慳翻好多沙嘅嚇，咁亦都唔係話即係話好浪費啊。個航道第一就深啦，第二咧填咗咧就會阻礙依啲遠洋船嗰、那個。依、這個航道嘅，咁依個唔正確嘅。不過我哋覺得，如果4個人工島嗰度係咪可以再深入研究？亦都係因為我哋就住我哋依啲原因咧，就希望政府盡快向立法會申請呢個撥款。咁因為依個防波牆咧，防欄咧就係最貴嘅。大家都知道，唔係淨係倒啲沙落去咧就可以。起到一個好堅固嘅島，那個海堤係啦，圍波堤都係重要嘅。咁4個係咪可以縮小1個啦，縮小2個啦？嗱，咁少啲防波堤咧，其實就係可以喺成本嗰度嚟到調整一下，減低一下嘅。咁依個都係我哋以前建議過嘅嚇。所以經民聯咧，其實亦都認為咧係比較務實嘅態度啦，就係喺目前階段咧，其實我哋真係唔需要。為究竟是1,000啦、1,700啦、2,200啦，因為2,600咧去糾纏嘅。因為呢啲個結論咧係真係需要有一個係詳細嘅研究，特別咧係從呢個技術上，從呢個整體嘅規劃上，各方面咧去考慮周詳咧，就即係得出一個咧係比較即係務實嘅結論。咁所以即係目前咧就有好多爭議咧，似乎就來自咧係將呢個問題咧睇得太過政治化，亦都咧係糾纏喺一啲數字上面。咁而且咧數字咧有陣時係真係有啲誤導嘅成分。
我諗所以咧就係、是、經民聯咧係極力主張咧係能夠早啲啟動一個係具體嘅工程研究、規劃研究咧，就先係咧能夠係解決咧呢、這個填海造地嘅實質嘅問題嘅。即係個文件啦，佢係冇用，你哋冇用到明日大嶼或者東大嶼都會呢個字眼啦，同埋好似個文件入面冇提到個即係個成本冇錯，會唔會好似即係俾人個感覺好似唔夠即係全面咁樣睇？第一咧就係、是我哋呢個問卷咧，其實個目的好清楚，係想問市民咧對於喺東大嶼即係填海嘅睇法。如果係單係以一個問卷問市民是否贊成明日大嶼，即係咁樣將嗰個問題咧係即係簡單化，亦都係可以講咧係不幸地政治化咗咧，可能得出結論咧係即係反而係會有偏頗添。所以咧，我哋經民聯咧，正如我頭先都解釋咗我哋立場咧，其實我哋唔需要為一個名詞糾纏，亦都真係唔需要為喺目前階段究竟將來應該填幾多而糾纏。正如咧香港開埠以來填咗7000多公頃咧。其實即係都係按部就班，一路路咧係按需要發展落去嘅。咁所以咧，我哋係今次呢個問卷咧，係真係想從一個務實嘅角度咧，係了解咧係市民對於填海造地嘅睇法咯。即係幅幅都唔同成本嘅。咁亦都因為咁樣咧，所以嗰個數字咧就實際上。在目前階段你說一個真確的、那個、整體個發展的數字或者是單講個填海的個工程費用呢也都是一個不是太過、現實的講法因為呢我剛才已經講了呢是以我們目前兩個正在進行的填海工程呢其實都是在一個、就是、大約是、就是、1億1公頃的、那個就是、範圍到咁但係咧，係喺個工程研究測量結果咧，係嗰個海床嗰個狀態如何？你要填嘅深度如何？我哋要喺考慮將來嗰個水位嘅問題等等咧，然後先至有一個比較確切嘅填海成本嘅估算嘅。咁但係從歷史上睇咧，其實喺香港填海咧，向來即係都係可以講咧係一個有非常之好嘅回報嘅工程嚟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從解決我哋土地需要嘅角度去了解市民嘅睇法，就我認為咧就好過咧係單係以咧數字咧就變咗，反而係係離開咗一個咧最重要嘅主題咯。仲有一樣啦，正話我哋都有講過嗰個圍波堤嗰個問題。如果有啲話喂，你既然填海啦，啊做得個圍波堤啦，防波堤嚇，防波堤啦，點解唔起到2000、3000啊？咁因為最貴都正話我講都係個防波堤啊嘛，咁所以亦都有啲建議。如果你咁樣計嘅咧，有可能又平啲嘅喎，即係如果每尺去計。我哋覺得咧，如果我哋集中淨係一個建議咧，有可能唔係咁客觀，係啦。咁所以我哋就係用一個咁嘅方式。有咩其他問題 ？OK， 好，冇問題就、okay. 多謝曬。祝大家聖誕開開心心，新年進步，大家都身體健康。